今天是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成道日。成什么道呢？解脱道、慈悲道、菩提道，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所以大家今天来受持八关斋戒，更要发愿自己也能够找圆成佛道。为什么？众生太苦，所有的众生不分男女，各种种类都做过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极大的恩。我们不可能让对我们有恩的父母一直在轮回受苦。就像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在生病，我们做儿女的就要赶快帮他找药、找医生，让他不要痛，让他离苦。为了让众生母亲离苦，我一定要成道，为此我要精进修行，乃至当下的功德回向给受苦的众生，让他们渐渐离苦，得生净土，成为我们生命精进努力的目标。生命的目的不是往外求啊，是要消灭轮回的痛苦。生命最大的意义不是光爱自己的小孩啊、自己的先生太太啊，而是能够真实的去爱众生，这个叫慈悲。所以因此而出家，出离自私自我的家，才能够把自己奉献给大家。出家人代表三宝在这个人间的具体形象，因为有出家人要带着我们打坐、诵经、修行，带着我们去放生、法会。如果没有出家人，这个法会就不圆满啊。佛像放在那边，佛经放在啊经架上，但是唯有出家人才能够让佛法僧三宝活跃起来，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佛陀的时代一样，能够继续修行。所以每一个大乘的出家人选择六月十九号出家，就是希望自己从凡夫啊变成一个菩萨一样，学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因为刚刚讲了，众生母亲太痛苦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就给我们讲了这个世间的本质就是痛苦。凡是人类就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乃至呢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我们早上出来就看到很多他们叫做外劳，印度人啊，其他国家来到我们新加坡帮我们打工啊，他们是为了赚钱，因为没钱所以叫求不得苦啊。但是为了赚钱要离开他的家乡爱人，要爱别离苦。那这现在的人跟人在一起他处不来啊，是像夫妻吵架都有怨憎会苦。乃至各位有一个身心叫色受想行识，哎呀他就会让你痛苦，无蕴会止苦。一般社会上的教育要告诉我们人生的快乐，一直叫我们追求快乐，事实上那些快乐到头来都是苦。为什么？变化无常，没有办法永恒不变，追求的感受通通是痛苦，这一点永远要记住。所以我们念一下来：一切无常，有受皆苦，诸法无我。对了，最重要是这个诸法无我，没有永恒单独实在不变靠自力存在的
那个我或是所谓的法，婚姻、感情、事业，都不可能永恒单独存在的，没有自立的，你们不能没有办法靠自己而存在的。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没有太阳我们也活不了，没有空气我们也要死，没有水我们也没办法活，离开别人我们更没办法活啊。今天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会生病所以要有医生啊，肚子饿所以要有人种田煮饭啊，会怕冷所以要有人做衣服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单独自立可以圆满的，我们必须依靠别人，依靠整个社会环境。所以诸法无我，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单独存在，那你怎么样去主宰呢？不可能。随着环境而变，现在天气亮亮了，我们觉得不错，但是到了傍晚太阳就下山了，你就没有太阳了，你永远没办法永远亮亮的，那个时候你要靠着灯呢。所以就像你的身体一样，晚上不睡觉也不行啊，不喝水也不行。所以所有的生命都要依靠的种种外在的因缘条件才可以存在，但是人类偏偏想要主宰，我希望永远健康永远快乐，那是不可能的，随着环境我们都要被影响的。也因为如此，我们要感谢周围的环境，所以周围的这些一切存在，如果离开他们，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存在。所以生命是互相依靠的，但是这个互相依靠一直在变化。就像刚结婚好快乐啊，谁能够保证感情不变呢？啊，什么都会变化的。有吃饭很健康，有一个人从来不生病吗？也不可能。地水火风随时在变化，不小心跌倒感冒受伤是如此。所以佛陀跟我们讲的这个苦的真理，我们要不断的去思维。但是所有的痛苦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不了解刚刚讲的那些无常无我因缘所生法无自性空无单独存在这个道理，不了解叫无明。因为不了解，居然有一个强烈的我执，哦，我想要去抓住它，或是我想要排斥它，而且认为它不会变，它是永恒的，那这个叫颠倒妄想。所以所有的痛苦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真相，没有智慧，没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居然把会变化无常无我的当作永恒的，想要抓住它，这样子的贪婪爱执颠倒妄想，那谁才会痛苦？一滴水放在桌子上没多久就会干掉了，你怎么可能叫它不要干掉呢？但是你不了解就叫无明，你希望它永远不要干掉，那就是颠倒妄想，那这个就是痛苦的原因。所以如果要消灭痛苦，并不是告诉说身体不要变啊，不要老不要病啊，世界不要变，不是。不要痛苦呢，那各位就要接受变化，了解无常，了解无我。所以呢，去除那种贪爱执着，我要我不要，我爱我恨，要去除这些，那你就可以没痛苦了啊。那如何这样做呢？那我们就要修道。佛陀讲的道就是我们今天要实践的戒定慧八正道，调伏自己的心，保持在六念法，叫定，从六念法里面去得到智慧的解脱啊，烦恼的断除，叫慧，叫戒定慧，能够老实的实践佛陀的教法，那就能够证得解脱。修行并不是说你要花很多时间，而是因为你在乎这个事情。这120岁的老人一辈子这么精进努力，寻寻觅觅找不到生命解脱之道，在他死之前听闻了戒定慧八正道，当下证得阿罗汉解脱。八正道是什么？所以各位今天就要实践了。第一个正见，正见什么？
刚刚讲了，生命是苦的，苦的原因是来自于无明贪爱，只要消灭无明贪爱，生命就可以离苦了，就要好好的修道，这个叫有正知见了，相信因果了，相信轮回了，而且相信凡是存在的都是空无自性的，先要这样相信。第二个正思维，既然我知道痛苦从哪里来，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正思维，就是我不要去贪心，我不能生气，我更不要去伤害到其他的生命。第三个正业，所以我们身体上今天清净，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世间人是不邪淫。第四个正语，今天各位讲话要小心，贴个禁语，今天不随便讲话，要么就念佛诵经，绝对不随便讲世间的话。所以正语是什么？不骗人，不骂人，不背后批评讲是非，不讲没意义、对修行没帮助的话。再来正命，正命就是一个正确有道德的职业，你绝对不会骗人啊，一就一，二就二，因为今天你要守正命啊，甚至今天各位是接受供养，中午大家哦，有人打斋出便当钱，乃至呢布施水让我们吃让我们喝啊，让我们专心修行。再来正精进，也很认真啊，专心认真的受持戒律，思维佛法。再来正念，站在解脱道，要了解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痛苦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所有的感受只会让你痛苦，追求恋爱，追求漂亮，追求感官欲望，看电视唱歌吃好吃的，这些会让我们受苦，所以今天不会做这个观，这个感受是苦的。再来观心无常，除非你证得阿罗汉，不要相信你的心，你现在我看到帅哥美女你就想要多看两眼，哎呀内心里面不安定了啊，所以不要相信自己的想法，按照佛陀的教法来做事。再来观法无我，这个世间包括你的家庭身体事业，要了解没有办法永恒不变的，做生意不保证赚钱的，努力运动吃饭不保证不生病的啊，所以所有的存在的一切都没办法主宰永恒不变的，就在解脱道的四念处来悲测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各位要真实的去观了、观自在菩萨，观就是一种智慧的了解，而不是表象上这些东西。但是站在菩萨道的四念处是什么呢？对内除了要有这种四念住，对外呢就要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所以法会开始我们先念大悲咒，先做甘露施食药师烟供，乃至自己非常精进的修行，一切功德回向现世者消灾延寿，包括国家政府医生老师都是我们回向的对象，一切三恶道众生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观音菩萨的加持，他们呢大部分都就可以超度了啊，帮他们消除业障，让他们得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升起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无量就是无分别，不是光对新加坡人，也不是光对人，凡是六道轮回众生都愿他们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各个发菩提心成佛往生净土，对整个世界众生升起了四无量心。
四念处。第八个正定，所以站在解脱道，了解无常无我的道理，所以内心里面不起心动念，保持在这个正定里面。站在菩萨道，除了了解一切空无自性，但是众生苦明明存在，所以呢，我们永恒保持的慈悲心、菩提心去做每一件事情，这个叫正定，不离开菩提心去吃饭、走路、修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保持这个正定。所以五乘同修，不管你是修人道、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就算在自己家里的小小的佛堂，那这你必须要去上班，你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戒体啊，这样来修行，那这才是人间最大的快乐。生命最大的快乐不是从外界得到什么，是你能够掌控自己的身口意，而对整个世界众生发起悲心，发菩提心，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前后左右100公里，所有的恶业你都可以把它净化掉，因为你发菩提心，读诵地藏本愿经，所以叫佛光普照啊。一个人守戒律，就像天上的太阳一照，被照到的地方通通亮起来，黑暗通通不见了啊，所有众生的黑夜消除了。有些人还会看不起出家人，当然这是个不好的想法，那是我们出家人有时候也要检讨，因为做得不圆满嘛啊，那做得不圆满，别人就对出家人不尊敬啊，这也不好。所以我师父常给我讲，出家人更要守八关斋戒，如果出家人天天守八关斋戒，然后他天天都很认真，但是没有办法天天，至少六斋日要恢复出家人的身份啊，平常人总会放逸的，看看电视啊，聊聊天啊，算算口袋有多少钱啊啊，因为没安全感。各位在听法一定要分清楚，并不是法师或有人说法我就听，这不一定正确的。如果这位说法者知见有问题，或是他是一个修小乘的，对大乘不随喜，那你就不能听他的法，要远离他。特别在这个世间，有很多法师喜欢讲阿含经，听起来阿含经很重要，但是如果落入他认为阿含经才是就近的，他不随喜阿弥陀经啊，或是他本身根本不是修大乘的，他就是修解脱道了，你不能听他的法，那种书也不能看。我们发菩提心，那当然一定要修阿含经，但是修这个阿含经是为了利益众生，告诉他们如何解脱的，而不是说我自己喜欢修解脱道，我不喜欢大乘佛教，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一个大乘的出家人对于阿含经、对解脱道都要懂，因为这个人是适合修解脱道，这个人适合修大乘，这个人适合修密宗，所以你都要懂，随顺根器跟他说法，但是自己也是发愿成佛了啊。但是修解脱道的人，他认为证阿罗汉才重要啊，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是佛，其他甚至内心里面认为根本没有阿弥陀佛，根本没有观世音菩萨。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他们那个出家人还跟我说，你们华人很奇怪，你们男人在拜女人呢、啊，出家人在拜女人。我说这什么意思，你们拜那什么观音菩萨，那不是女人是什么，你们理光头干嘛拜女人呢，还认为我们脑筋有问题。当然我就不能跟他讲话，因为跟他辩没有用，哦，笑笑就离开了，不跟他再谈这些，免得让他造业。他甚至还跟我讲说，你们华人也蛮奇怪的，这个经典是拿来修的，怎么拿来拜的，哪有人跪在经典面前这边念经的。他看到我们在拜什么三昧水忏，他就认为说，你们是拿经典来拜，不是拿来修的，那他们才对的。哦，这个就是很可怜的解脱道，他不了解啊，读诵经典
礼拜经典那个功德有多大啊，利益众生。所以如果你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虽然讲的头头是道，很厉害，甚至讲阿毗达摩论，我讲的很深，但是你不能接近他啊，要远离恶友。为什么？怕刚刚讲断灭佛种，破坏了你的菩提心，你就会觉得成佛很困难了、啊、哎呀，先解脱再说吧。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讲的恶友，恶友啊。所以一个人宁可犯贪心啊，至少他会放生，但是如果邪见，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各位，我们去接近出家人善知识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一位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他有没有持戒律，他有没有禅定智慧，他有没有真实的慈悲心。如果至少他没有深入经藏，至少他守因果，他有一个悲心，不然您我们的法身慧命都完蛋。所以走错道场，然后呢亲近恶友，就堕落了，就像找到不好的医生，那不完蛋了啊！所以皈依僧一定要远离恶友，那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一定要分清楚，发起无上菩提心。什么叫发起无上菩提心？有一只狗受伤了，你决定要救它，再大的麻烦，再花多的钱，你都会救它，然后呢带回家，这个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所有众生的生死是你个人的责任，发菩提心首先要有这个承担，那有这个承担以后，所以我一定要精进的修行成佛，得到佛陀的智慧，不然我怎么承担这么多众生的苦，这个叫发菩提心。很多人以为发菩提心我就好好的念佛，好好念佛，然后看到众生苦不理的，漠不关心的，那就不叫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今天守戒律，你要这样想，我的妈妈正在开刀啊，快死了，所以我一定要精进的守戒律，一方面还要想办法去照顾她，这样她才会好起来。因为你所有的都是为了妈妈，你虽然很认真修行，没有想到为自己，希望她赶快好起来，这个叫发菩提，而不是为了一个妈妈。所谓发菩提心所缘的对象，就是所有的有情众生，包括山河大地，无情的世界，都是我们的责任。要发起这个正确的动机来守戒律，来念阿弥陀佛，来念嗡嘛呢叭咪吽。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困难，但是至少一定要升起这个想法啊，一直一直要告诉自己是如此。我们出家更是要如此。有些人出家，他不是为了利益众生，他只是觉得我想要出家了，我累了一辈子，我要清静一下，我到寺庙住，念阿弥陀佛，那我这样清静了，不用再管钱的事情、家庭感情的事情了，我不要谈恋爱了，啊，所以我来出家，这个动机不是发菩提心，甚至是为个人解脱了，甚至连个人解脱都没有了，个人的解脱更努力，如旧头然，阿罗汉知道那个生命的苦啊，就像刀在割他的筋，在刺他的筋肉，很痛很痛，所以我一定要赶快解脱。所以各位看法句经，阿罗汉都一个礼拜就证得解脱，目犍连出家一个礼拜就证得阿罗汉，舍利佛两个礼拜就证得阿罗汉，迦摄尊者七天证得阿罗汉，那种对生命的苦啊，苦得不得了，所以他一定要解脱。那菩萨道呢，那更不一样了，所有生命的苦都是我的责任，所以分分秒秒他都要很精进的发菩提心，去做各种法门的修行，一切都是为了众生，而不是说我念佛就好了，我干嘛念阿弥陀佛咪吽。因为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一切法门都是菩萨要学的，这个叫般若波罗蜜，而不是说哦，有人说我一门深入，其他都不要了，都丢掉了，一部经就好了，这个不是发菩提心，这个是知见有问题啊。发菩提心就法门无量誓愿学，只要利益众生的，你怎么可以不学呢？世间法连钉铁锤做房子都是发菩提心，你都要学，做医生、做护士、扫地扫厕所，这个都是发菩提心。所以各位，你看到大圣的寺庙，出家人会炒菜啊，会盖房子啊，什么都会，不然这怎么叫出家人？这叫发菩提心。只要服务众生呢、啊，什么排蒲团啊，什么办法会搞音响啊，这些都要会，不会什么叫发菩提心？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以后，
那你现在做事情就很认真，每一件事情都是发菩提心的，你不能说我只会嗡嘛呢呗咪吽，我什么都不会啊，啊，什么都不会，那你不叫发菩提心，叫你做老板也会，叫你做法师也会，叫你扫厕所也会，因为你发菩提心了，你要庄严啊，这个世间你要成熟所有有情众生，所以你什么不会呢？这一点一定要抓住。我们是以这样子，所以来守戒律，以这个戒希望开发禅定与智慧来服务众生，所以佛要我们就这样子发心来。今天我守不杀生戒，不是说哎呦我怕堕落地狱，我怕生病短寿，所以我守戒律，那不是大乘，那是小乘，甚至是只有人天道，不是真正发菩提心。所以特别给我们讲，今天6月19观音成道，成什么道？菩提道，就是要发菩提心，要救苦救难。我们纪念观音菩萨，就是要真实发起这种救苦救难的心啊！世间太苦，众生太苦，所以各位在新加坡要关心整个世界，关心整个世界。一般人世间骄傲，我条件好，哎呀，我看不起贫穷人，我读书人，我看不起没读书的人，那这个是自私的。真正发菩提心，自己很惭愧，我有读书，既然我的妈妈不识字，哎，我很惭愧，我做爸爸的读大学毕业，我儿子居然小学没毕业，哎呀，我很惭愧，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我都很惭愧，那都是我的责任，而且是你一个人单独的责任。在法华经里面讲，唯有你一个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做个菩萨要耐得起孤独，而且要享受孤独啊，就你一个人，但是你永远不会退转。我们修学菩萨道就在修这个啊，所以各位要升起这个哦，你们那一栋楼住了2000人，就你一个人在守八关斋戒，那是你的责任，因为你一个人守八关斋戒，帮助整栋大楼里里外外的人，你吸收他们的业障，把功德回向给他们，这叫发菩提心。愿这一栋楼都不要有灾难，不要生病，不要有人跌倒，电梯也不要坏掉啊！有情无情众生，愿他们离苦，所以我守八关斋戒，要升起这个想法来受持每一条戒律，不淫欲戒啊、哦！各位你想想看，一个人不会想男人，不会想女人，连淫欲的欲望都没有，多快乐啊，多快乐，多解脱，多自由啊！啊，你千万不要把幸福定在说我有欲望，我老婆对我很好，先生很爱我，那叫幸福，那不是幸福，那是关在监牢里面，看到人好色很可怜，你看这个人就像在吸毒一样啊！如果自己能够生生世世断除淫欲，所以各位要发这个愿啊，希望能够断除淫欲心，希望来世童真出家，都不要，就像很多人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不要去吃到众生的肉，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吃素，就发这个愿，结果你发愿吃素却要来谈恋爱，那不是很颠倒啊，喜欢吃素但是更喜欢谈恋爱啊，那是一种嗜好，那不是修行啊啊！光一日一夜就很大的功德了，何况经常守这个不淫欲戒。所以各位女人，如果哪一天你的老公有外遇了，你不用生气，你只跟他谈一个条件，既然你已经有外遇了，那我祝福你，但是给我一个条件，什么，从今天开始我就守不淫欲戒了，不跟你睡了，就拜托那个女人照顾你了，因为你福报来了，你可以守这一条了吧，对不对？你老公已经有对象了，你还要感恩那个女人呢，因为你学佛的人怎么会痛苦呢？那如果你不懂得佛法，你就气啊，气咖啡气啊，嫉妒心啊，跟我困困，跟我盖困困，我不爱跟你困啊，你会觉得很痛苦啊，很嫉妒啊，别人用过的杯子我不用啊，对不对？就有那个很可怜的想法，哎呀，这就可怜了啊。所以各位讲，最好哪一天能够早一点守这一条戒律，特别今天观音成道日，搞不好今天发愿最好了。我这一辈子不淫欲，啊，我们慧音法师他当初怎么出家了？各位，他常来，以前来这边，他就帮他老公介绍一个女朋友的，
所以他现在出家了。然后他那个他介绍的那个女人，哎呀，真的很棒，比他自己还疼他的儿女，还爱他老公。护持的慧音法师，这个叫结善缘的，然后他就出家了，但是听说他老公心里还是爱着他的。那当然了，这么好的女人谁不爱啊？但是那只是心理的问题，这个也是，不然你今天出家了，那你叫你老公怎么办啊？所以他就介绍一个好女人给他，所以这个是菩萨的心态嘛。但自己没有那个想法了，所以不淫欲的功德啊，不妄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能骗人，这是我们出家人很重要的戒律啊。如果一个团体里面大家都说不妄语，那这个人还会骗人，我们反而可怜他，因为他将来要堕落地狱的啊。所以大家都守这条戒律，大家就很和平，谁也不会欺骗谁，安全嘛。再来，我们还是要传授五戒，还没有受持五戒的最好能够受持五戒，这是个佛教徒基本的责任。释迦牟尼佛说，作为一个佛教徒，如何现世快乐，来世也快乐呢？第一个就是要有绝对对三宝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要相信因果，所以要守戒律，守五戒，第三个呢要多布施才会有福报，第四个呢要多听闻佛法，思维开发智慧，这四法现世来世的快乐。所以各位已经皈依了，第二步就要守戒律，那戒律就是五戒十善业啊，能够守圆满更好。那站在大乘佛教，那还有一条就是应该要吃素，不要吃众生肉啊。既然不杀生，但是别人替你杀给你吃，那罪业更重啊，别人为我们而杀更重啊，所以我们就不吃肉，那最好能够守这一条最好。如果你真的守不了，至少一个月六斋日啊，还真的不行，我都吹一掌哦啊。但是内心里面有些人真的没办法，你要吃素，老公就不让你吃素，那你就肉鞭素，那没办法，惭愧心嘛啊。但是一个人吃的时候就不要去吃到肉鸡蛋鸭蛋。所以第一条，各位为三宝弟子，学习佛陀，爱护所有生命，所以尽行受，辈子不杀生。如果你能持就很能持，你就有不杀生的功德，有五个护法神啊，而且别人在流血看到你这个不杀生的人，他就能够停止流血，因为你有这个功德，因为我们为众生而守不杀生戒，力量就可以帮助别人啊，不是为自己守的。第二，进行受不偷盗啊，钱被偷被骗很痛苦的，这辈子为什么被偷被骗？因为过去偷骗过别人嘛，所以不敢再造这个业了，免得让自己或别人受苦。第三，不邪淫啊，这个女生这一条做得比较好，女生嘛比较执着，就嫁了一个男人她就不会乱搞了，对不对啊？会了很少了，但是男人好像都有这个习惯啊，朋友拉来拉去啊，就风花雪月了啊。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有女人在接客，哪有听说男人在接客的，比较少，不是没有啊，但是婚前性行为呢，婚后外遇都是邪淫，金钱买卖也是邪淫啊。第四，不妄语，妄语有大妄语，大妄语就是说，哦，我是阿罗汉啊，我有神通，明明不是，但是为了得到供养，这叫大妄语啊。如果你是真是阿罗汉有神通，你偶尔告诉人家一些，这个也不是妄语，因为你本来就是阿罗汉的嘛，对不对啊？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啊。如果你没有不好的动机，而且是慈悲心，那都还没关系。第五，不饮酒吸毒这些。第六，今天是观音成道日啊，要祈求各位学慈悲啊，所以不要再吃肉了啊。新加坡素食很方便啊，调查一下，现在已经没有在吃肉在吃素的举手，放下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三还在吃肉。各位呢，供养观音菩萨，你这样做，观音菩萨很欢喜啊，因为众生就不会再被杀了，你也不会生病了，对不对？但是各位，你要吃素还不容易的，不是你举手就算了，还要你老公举手才行嘛。这做女人还真命苦了，不自由，做男人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吃肉，如果能够受这一条，是个慈悲啊，那更是广结众生缘，很重要，生生世世不惊不怖，有这个福报，正见富贵自由出家，有些人出家了不自由，被卡来卡去，就是这样。所以能够守这一条，福报很大。所以各位啊，要多看佛经，了解更多，自自然然改变你的心态，并不是别人阻止你，而是因为对方不了解，我更要对他慈悲啊，更要让他了解，而不是放弃。第八，发愿，我们持戒，功德很大，但是目的呢，是要回向给众生，自己愿生生世世很好修行。第二，我们发什么愿呢？不再恨别人，别人做得不好，我就替他承担恶业，我要功德给他。我们学菩萨道就要学这个，你不学这个就不可能成佛。你要做个决定，我从今天开始不会去恨别人，别人做得再不好，我都替他承担，我一定要回向给他。因为你在学菩萨道就是要度众生嘛，你怎么可以舍弃任何一个生命？这是你要发的愿，如果你是学菩萨道，一定要发这个愿。第三个，愿众生都能够成佛度众生，所以愿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兜率内院，妙喜净土，要发这个愿。好，各位发愿，除了这个供愿，还要发什么愿？如果你今天守菩萨僧戒了，你最好常发愿，愿我从今天一直到成佛都不杀生，你要发这个愿。现在你这辈子没办法吃肉，但是你要发愿，愿我来世一直到成佛都不再吃肉，让自己有这个愿甚至你希望你将来很有福报，你希望将来口才很好你希望将来是一个很会演戏的人，你要演佛陀，随便你发那个愿，只要利益众生。现在人喜欢听歌，现在人喜欢看电脑所以你将来要做一个声音很好听的人，唱佛歌给众生听而且我们现在佛教最缺乏那个好听的佛曲，我听了老半天都不怎么好听都是过去的，现在新的就没什么好听的。记得以前新加坡还做了一条阿弥陀佛在心间，有没有？那个好听，后面就没什么好听了就不太容易了所以每个人都要发挥你的才能，要发愿所以念完这个供愿，自己要发愿。那我们为了要发愿，各位要起立合掌虔诚发愿。